6，别提前开怪啊！啊，左右战坑，我那截图，打出一个，打出一个停止。还好我，没过去。紫禁在站侧面啊，站 boss 侧面。 打小怪，13等于20小剑，准备啊！准备接球，自己打好13等于20小剑，混账混账自己起，混账好，每波都要死一回，还好装备修装备不要，准备进出，那你先躺一会儿，先睡一会儿。 所有人啊，你不可以，你进来吧。进来之后穿好鞋，不要站我的位置啊。你们可以去5号点、9号点那边都行，尤其是远距离5号点，慢慢移动啊，不着急，尽量找中路侧面的。先彻底接球。 然后落地之后就抽，等下落地啊，落地之后就抽，别摔死，你摔死我受不了。落地之后抽，我击飞就行了，没事。等下你接手，你接过去，定军拍过去，拍过去之后等下拉到13等于20，接龙飞船，接个头兄弟。 拉过去，你拍上天之后我帮你接。13等于20，打死。来个人帮我挡挡一下线呀！哎，准备进，别那个花哥，准备再进，准备等一下一步见云啊！等不着急啊，准备出，准备完了。 准备再进，还有一波出啊，还有一波出，准备聂云啊，准备炸了之后推聂云进来了，哎哎，我操，这进来出无敌，快进来出无敌，有几个没吃到，没吃到，有几个没吃到的没关系，我的盾牌直接打下去啊，我不想，奶秀拉那个心动毒血，天色地接手。 还好天色黑的。我这波尽力啊！尽量退，尽量退，尽量退。奶哥给他背血。 不要进正面，尽量退。尽量远离啊！尽量远离。准备聂云，看好，上天之后聂云就可以了。
准备出石柱啊！不要进正面，不要进正面，现在准备出那个石柱啊！不要进正面，现在可以先别追。 先别追了，垃圾的血点 F， 可以先补扶摇哈，应该是可以扶摇飞的，但是我对不起，我操，我刚刚给你们喊，准备扶摇，自己补扶摇。 进这，哎呀，我就是场地都待不开你们了，我跟你们讲，我都是一直拉的最外圈的。准备出十次，准备出石顶啊！近战先别动啊！近战先别跟。 哎呀，我操！天色梯接球，天色梯接球。我操！我，人嘛，总有失误的嘛。哎呦，人，哎，怎么接我？ 没有，他看他 buff， 你看他那个 buff 了吗？你看进那个 buff， 那个搬砖的 buff， 点击，有个 搬砖，当死寂静叠加三层后，这经验云也可以，其实也不盯，像那个啥过军老七，对，三层后跳，这个好难。